确实是。今天我们带来一些礼物要送给大家。这是我们的 T 恤，大家想要吗？想要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丢不远。OK， 我要听到尖叫声！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每次都丢到那边去，很难丢哎，干嘛？丢屁啊！丢屁啊！哎 ，OK， 来 ，Yuki 换 Yuki 丢，我给你送给你，你要送的条件是什么？你有什么条件吗？叫大声点！那个妈妈，你不要那个时候看手机哈，那个危险啊，不好意思啊。OK， 哎，心情你要送啊？好，那送下一段，卖个关子。OK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最后一集的 Let's Punch。好 ，OK 啦 ，OK 啦。哦，那等一下记得喊 uncle 啊。没有 uncle。Here we go。现在为什么这么难？这到底有没有答案？也许忘记了原来名字叫什么，但还没有出去挣扎，这个故事战胜期待，它只是最终的答案。我别让自己找麻烦，我依然自己麻烦烦的爱情难。